我本来是想找烟。哦，我戒烟了。谢谢。赶着要去哪里啊？得去上班啊。你不喜欢我的三明治啊？我不吃鱼。为什么？鱼在海里尿尿。小孩子也会在海里面尿尿啊。所以我也不吃小孩啊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算是一个记者吧。什么记者？我专门写报纸上面的副文。你喜欢吗？就是死人工作哎。谢谢哦，这种死人工作目前还可以养活我啊。哎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脚抬起来？好啊。哇！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要不要打电话给谁？我没有人可以找。你的吐司边是谁帮你切的？我自己啊。小时候你妈也会帮你把吐司边给切掉？会吧。那你干嘛不吃吐司边？那你干嘛不戒烟？哎，你过马路之前都不先左右看一下的吗？我从来都不看路的。刚刚我们在马路两边等红绿灯，然后我看到你，你也在看我，结果你就突然间走到马路上去了，然后呢？然后下一秒我就看到你被车撞倒在地上，然后我冲过去，你就对我说：“嗨，陌生人”，然后就昏倒哦，真淫荡。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冲下车，就说：“哇，好险哦！我以为我把他撞死了，妈的！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我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吧。”他就竟然有一点犹豫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怕他会留下记录，他就要负责任之类的。所以我就很不屑的对他冷笑一下，我说：“拜托，你送我们到医院门口总行了吧？”这样。我要看你不屑的样子。我，哼，切，大概是这样。不错嘛，你这个傻瓜。傻瓜，那我们就把你抬上计程车送到这里来喽。那途中我都在干嘛？你的头就靠在我的肩膀上啊，我就只好一只手抱着你，这样。我那时候是这样子，全身软绵绵的贴着你吗？就是这样哦。你上班要迟到了。你在赶我走吗？哦，我刚只是说你上班要迟到喽。你今天在那个黑衣修士桥那边做什么？我昨天晚上去了一个屠宰场旁边的夜店。你去夜店吗？夜店不会，我35岁，已经太老哇，你人生过一半嘞！了。谢谢你哦。你说好，你刚刚说你去夜店，然后，然后我就走到屠宰。